现在从巴黎都在拿呀。嗯。哦。就在。这干啥跑？那就是当地。人家还没当。他跑了求助了。跑出去求助了。啊。头砸破了是。就是头砸花衣服那个砸破了。哦。那这个有没有砸破？这个头呢，肿起来，你看，肿了是吧？这他流血了。回放一下。回放回放放一下他，我觉得这个。喂。好的，跟你讲啊，凳子要下面。那么下面这个凳子上面的这个，现在做了个什么？你这个小孩子们也不能把它做了，对，给我们大人做，碰到真的都不能碰的。嗯。